好，各位網友，我哋而家咧進入第二 part 啦。咁我介紹我個 partner 咧就係阿 Ken 啦。大家好。咁啊，阿姐聽阿黃生佢嘅分享啊，你有啲咩感受啊？好好精彩啦，亦都接收咗好多唔同嘅資料啦。我自己本身都有同李牧師有即係幫佢即係喺佢團隊度合作過，接觸過唔同嘅事主啦。咁佢都豐富咗好多嘅睇法同埋經驗。啊，冇錯嗱。咁接住落嚟我哋有另外一個話題啦，我哋會講下，特別講下咩叫啟靈啦，或者係咩叫靈動啦，係嘛？咁我都考你，你咩叫啟靈？啟靈啊，觸靈我聽得多嘅，啟靈應該就係好似開燈、閂燈嗰一下係嘛？即係第一次接觸靈界，然之後就個靈就用咗自己身體嗰一下就開燈，開著咗我哋嘅靈界通道，係咪就係啟靈？冇錯。嗱，咁我攞坊間一個嘅定義，然後我哋再詳細解釋啦。好。嗱，坊間就係咁嘅，佢透過完整嘅步驟同埋口訣，再加上咧嚟到尋求一個嘅神明嘅幫助嚟到加持啦。咁啊嚟到接通一個無形嘅世界。咁啊，並且喺咁嘅底下裏邊咧，佢就會係引發到一條靈啦。咁佢唔係一隻，唔係一個，一條靈啊，幾得意噶！咁即係話，養一個一條靈嘅人咧，一條靈嘅鬼啊，就幫咗個使用者。呢個就係啟靈嘅意思啦，嚇。咁我哋就或者係再可以詳細講下，詳細講下嘅過程啦，嚇。好。首先我講下步驟先，你步驟咧就要放鬆自己嘅身體，或者你閉埋隻眼嘅，嚇。咁第二咧就係需要咧口訣，嚇。咁啊，一口訣咧就係通常就係一啲簡單重複嘅語句啦，嚇。或者一個音都得嘅，音樂都得嘅，或者我哋如果一個簡單的音就嗡嚇，或者咧係有啲叫做係音撥重撥啦，係重撥即係敲打聲音治療嗰啲啊嘛，嘣然之後係嘅嚇。另外我自己都翻查過啲瑜伽嘅書籍，都有講過如果要去練習一啲冥想嘅時候咧，佢都會淨係三個音節嘅啫，嗡啊哦咁樣。咁然之後不斷重複嘅，係嘅，咁都係佢幫助佢放鬆同埋佢啟靈。冇錯嘅，依就叫做咒語啦。咒語咧就唔係咒人，咒語咧就叫一招靈嘅一個、okay. 一啲嘅用語嚟嘅嚇。咁啊喺即係嗰個情況裏邊咧，最終結果就引致係通靈。咁我想問你咩？你知唔知咩叫通靈？我嘅睇法就係將一個人同嗰個靈接埋一齊。係啦。嚇咁。當然有一個更加好的講法，就是一個人啦，被一個或者多個靈入侵自己的身體。係啦，所以有一個好驚嘅特點，就話一個人咧唔一定就係俾一個靈入去嘅，佢係要俾多個靈一齊同時入去嘅嚇。好嗱，咁啊就我哋有指出咧，第一個入去嗰個靈咧，我就叫本靈。哦。嚇，咁你入咗去之後咧，依個咧就好似一個翁拿，係擁有嗰個人嚇，個一個使用者。都簽咗紙咁樣。冇錯啦。係我噶啦。冇錯啦，咁後嚟嗰啲咧就係一種嘅好似二房東咁樣啦，嚇、咁所以呢個叫本靈嚇，同埋呢個過程都叫靈家啦，係嘛？即係冇錯，家即係御家親先嘅家，即係臨到臨在嘅意思。係啦，咁啊，當一個靈家臨到一個人嘅時候咧，其實佢有啲咩嘅感受嘅咧？嚇，一個人裏邊係有啲感受嘅。我哋係啦，之後就話俾佢聽，會有啲觸電嘅感覺啦，或者身體會微動啦嚇。咁唔單止係咁樣，其實我哋接觸嘅一啲事主，有啲其實係有暖流，好多都話有暖流，或者有啲氣咧喺個頭頂入咗落嚟，係啊，呢啲都好常見。有嘅，仲有啲可能有冷啦，有冷嘅感覺啦，或者係麻嘅感覺啦，麻痹嘅感覺啦，刺激嘅感覺係好多嘅、嗯，甚至唔得於裏邊一種感受，外邊都得嘅、嗯。有啲人要即刻有啲動作、有啲手勢啊，甚至打拳啊，使周圍走啊咁樣啊。咁、甚至我見到有啲人請一啲嘅即係古代一啲嘅古人上嚟嘅時候，佢會好似整下個面，好似整一啲須咁樣、我有個朋友就都有教我做呢啲嘢之前，佢就話瞓得好啲咧，就係要做打坐。咁佢教我咧就係成個人放鬆啦，咁樣就坐喺度啦，然之後咧就轉六十下，咁轉六十下嘅時候咧，條脷係要頂上去嘅，就掂住個牙鱷嗰個位。咁咧佢就話轉六十下之後咧，佢就會啲口水不斷流噶啦。咁就其實應該就係啟靈嘅步驟啦。啊，冇錯嚇。咁啊坊間就講咧就話任何人都可以啟靈嘅，或者任何人咧都可以接受一個靈價入到身上。咁但係咧，快慢咧就因人而異，即
即簡單嚟講咧，呢、這個人咧就係俾一個靈啦嚟到控制咗個人。嗯，係啦。咁啊，根據我哋再睇啲啟靈嘅情況咧，就話嗰啲人話咧，其實任何人都可以俾人凌駕嘅。任何人咧就好似係招靈嘅，亦都有就係我剛才所講嘅一個嘅表現啦嚇。咁、但係咧就快慢就因人而異啦嚇、可能啲人誠心啲咧就快啲嘅，如果冇咁誠心就慢啲嘅嚇。好啦，咁啊嗱，依度咧亦都有好多係喂，如果通咗靈啊，一人肯通靈咧嚇、其實通靈咧就係、即係被鬼附啦嚇。你諗點解有人會到鬼附得滯嘅？咁一定有啲好處啊。係係冇錯。咁、正如頭先嗰個人叫我咁樣做咧，其實咧就係話第一就係瞓覺會瞓得好啲嘅。哦。放鬆得好啲嘅。第二咧就係會啲事業啊或者其他啲事咧會順利啲嘅。係。同埋咧就這個都是他的師傅教他的，不單止是要做這些，還有要讀他那些所謂的一些咒語啊、經文，那就可以提升他的那個 level。 我可不可以聽他說這些全部都是對的。在坊間也有資料就是說他可以如果通過靈，他可以消除這些業障、或者逢凶化吉、又或者改變這些不良嗜好，譬如你可能吸煙，那他可以令到你不吸煙都可以，好犀利喎！仲有啲叫驅病延壽啦。這個我最聽得最多。又或者係家庭和諧。即係好似頭先阿黃傳道講氣功入嚟就可以醫病，係咪？係咪嗰個就係同一個？同一個，同埋你可以家庭和諧啦。嗯、最緊要係達到天人合一。嚇、嗯！咁呢啲全部都係哇，令你好即係好有吸引性嘅。嗯。好啦，嗱咁跟住我哋再講咧，就係話一個啟靈就係一個靈啱啱開始嚇。開始之後，嚇呢個咪等於都係觸靈嘅意思啊？冇錯，正正就係觸靈啦嚇。咁觸靈之後咧，我哋咧就叫做係靈動，嗯嚇，即係觸靈係第一步，跟住咧就係你會靈動啦。咁靈動係咩意思咧？就係身體會自然無緣無故嘅搖晃嘅，或者係喐動嘅。其實呢種係一種失控嘅一種情況嚟嘅嚇。譬如有啲人咧就跳靈舞啦，有啲人叫説呢個天語啊，或者靈語啊，講外星話啦。咁咧，我哋基督教叫講方言啦，但係呢啲都係靈動一個表現嚟嘅。嗱，咁啊方式係點咧？嗱，一個人捉咗靈，一個靈動係點咧？我做一啲，嗱你又做一啲啊？我做頭兩個啊，即係其中一個咧就係頭部係可以係即係咁係咁靈嚇。嗯。咁有啲咧就係向後嘅一個頭部啦嚇。咁啊身體係點咧？身體就係我哋有很多目測嗰啲都係會震咯。是人震啦咁樣嚇，咁其中一個係玩瑜伽嘅，咁佢就震到好似條蛇咁樣喐噶，咁樣震。係。咁另外就當我哋測試嘅時候，手指會自己識喐啦，或者可能頭先有個工人都示範過啦，啲手指係會自己識得咁樣喐啦，都好特別。係。跟住我問佢係咪咁樣喐，佢話係。係啊。佢話唔係佢自己喐嘅。冇錯。係手指自己識喐。冇錯。我只係測試個案咧，就係我哋都未問完咧，佢就會喐嘅。哦。咁呢啲咧就係比較嚴重啲嘅個案咯，即係佢已經個靈已經知道咗有啲嘢要叫我哋，即係測試佢，佢已經本身有知道。嗯，所以咧，我哋咧就係教大家點樣測試啦。嗯，好，你阿 Ken 啊，咁我哋講完咧就係啟靈係咩意思啦，你講咗靈動係咩意思啦，咁我哋亦都係做咗兩個嘅一個測試嘅一個樣板俾大家知道啦嚇。咁以下咧，我哋咧就講下一個實例，我哋喺網上揾到嘅。嗯，佢就話俾你聽就啊，點解會啟靈咧？嗯，咁啊，你去可以分享一下，大家分享一下先。好，咁呢一個個案咧，我喺上網睇到咧都幾神奇嘅，亦都好超自然嘅。點解神奇咧？就係因為咧呢個事主咧就係一個台灣嘅事主啦。咁佢有一日佢話佢自己寫就喺一個毫無準備嘅情況底下，佢就啟咗靈，佢都識用呢兩個字啟咗靈。咁佢都話唔知本身唔知咩叫啟靈。咁佢只要啟靈到佢寫呢一個網誌嘅時候咧，已經足足八個月，佢話係好痛苦。啊，呢個都好奇怪，即係佢好好奇一啲嘢。咁佢接觸過呢啲嘢，但佢就有八個月痛苦嘅時間。係，好多人都有咁嘅情況嘅，即係毫無心理準備，就係簡單因少咗好奇咧，就會中招。嚇，所以一定要非常小心。所以都想同網友大家分享一下，同埋大家去留意一下。嚇，咁佢點樣去啟靈嘅咧？咁就係有一日咧。他就無師自通，他就沒有任何人教他，他就說他自己就打坐坐在那裡，
咁就好靜啦。頭先用一個好即係靜坐嗰個方法啦。咁、然之後咧，佢就體會到佢嘅身體咧係入邊啲感覺消失咗。假如講真係好似嘅身體唔係佢自己咁樣樣。咁佢話咧，佢就覺得呢樣嘢好神奇啦。咁、然之後佢就試幾次，佢話唔係次次都得嘅，只係某一兩次係得嘅啫。咁然之後佢開始咗呢個 process 之後咧，佢就開始會發一啲夢啦。咁啲夢都好特別嘅，佢亦都好好記得。咁唔單止發夢，仲發夢咧會有一啲好清晰嘅信息嘅。夢裏邊有啲有突然之間就會有個即係有把聲音啦，叫佢去同佢嗰個家姐去做一啲佛教嘅嘢，叫做念一啲嘅佛教啲經文啊，其中一個叫做懺悔文。同埋一啲佛號回俾佢聽，咁嗰個使者不斷咁樣念念念念念啦。咁當佢念呢個時候咧，佢就感覺到一啲能量就走咗。佢話呢啲係唔好嘅能量。咁佢點解覺知道係唔好嘅能量咧？係因為佢一路念嘅時候咧，佢就感覺到一股氣，由呢度向上咁樣行。咁佢以為呢啲就係唔好嘅能量。咁唔單止咁樣，行咗上嚟之後咧，佢就係咁行。咁呢一個事主話佢自己咧係本身一個男人啦，所以佢都唔係。會好即係男人都好少流眼淚啦，佢自己係一個唔係好流眼淚嘅男人啦。咁但係佢喺呢個 moment 咧，佢就不斷喊、不斷喊、不斷喊。咁佢就話其實佢係冇感覺到任何悲傷，只不過係好不自控地、不由自主地喊。喊完之後咧，佢就話好放鬆、好輕鬆啦。所以佢就覺得呢啲就係釋放負能量一個方法。喺我喺個個案裏邊，我哋都有啲人喊，有一啲都係。其實一喊咧，就代表咧，就代表佢依個人嘅靈界嗰個嘅渠道或者通道咧開咗，啲靈係等係咁入去咧，咁就會有一個反應。係，同埋頭先你都講到啦，即係呢一個情況其實係失控嘅情況。冇錯，佢喊係因為嗰個靈用埋佢嘅即係眼睛，係啊，同埋係咪好似我坊間聽到有奪捨呢、這個？呢、这個名字啊，冇錯噶，係咪有一間屋咁啊？同一個意思啊，俾個租霸惡霸霸咗間屋咁啊。係，咁即係呢一個，所以呢個事主就正正係喺呢一個咁嘅情況底下發生咗。咁然之後咧，佢就更加好奇啦，就覺得啊，有一啲咁神奇嘅感覺，咁神奇嘅現象啦。咁然之後佢就不斷學打坐啦。咁佢就發覺佢自己隻手咧係識喐嘅。就好似頭先你話，當佢夢測嘅時候，個手會咁樣喐啦。但佢自己隻手咧咁樣去喐上去喎。跟住佢話係唔係佢自己喐嘅喎？咁佢就覺得好奇怪、好有趣，而佢係唔驚嘅。然之後佢就開始觀察自己嘅一啲行為咁樣。咁要反映咧，佢裏邊有另外一個靈入咗去控制佢，唔係佢自己嚟嘅。即係好似變咗兩個人咁樣。咁當然入邊嗰個靈，入邊嗰個鬼啦。即係有另一個 person 係咪？冇錯啦。即係另一種靈，嗰、那個靈係有意識嘅，有意志嘅，更加有佢嘅喜好、喜好性情咁樣。入咗去之後，佢就用佢嘅身體啦。所以有啲人有鬼附人咧，就會發覺，咦，好似佢變咗另外一個人咁樣。所以就可能搣得到一啲壞習慣，好似你頭先所講。咁然之後佢就繼續念一啲咒語啦，佢就覺得佢自己好多嘅肌肉放鬆咗，同埋有啲能量不斷喺度流嚟流去，有啲暖流咁樣。最終嗰、那個佢嘅重點都係話俾我哋聽係好舒服嘅呢樣嘢，同埋好放鬆。又係好舒服。係，但係佢係 keep 住係都係喐，都係震啊，或者佢自己有時佢話震得好犀利咁樣震添，但係佢係覺得好舒服。其實那個舒服可能就係一個靈入咗去咧，好似一個新嘅一個屋啦。佢係佢覺得舒服。哦，即係佢當事人覺得舒服。佢入咗間屋之後覺得好開心。係啦，冇錯啦。跟完之後，佢就繼續去用打啲去打坐啦。咁然之後，佢又去有第二啲嘅經驗啦，就係、是、一啲叫做意識冇咗嘅經驗，即係可能瑜伽裏邊其中要練習嘅一啲放空嘅技巧或者冥想都會做到嘅一樣嘢，就係冇咗意識嚇。咁然之後，啲未知嘅力量就駕馭咗自己嚇。就頭先可能我哋講靈界一樣，係冇分別。冇錯，嗱咁佢特別講咗一段事咧，之後我馬上。就能用我的意識接管我的身體，意思是什麼？意思當我靈是靜態了，那他就是可以接回接回他，那那些人就覺得咦，其實我可以控制，就是個靈用完之後我用回自己身體，是的，就有控制，我暫時給他用，他覺得我自己暫時給他用，沒錯，但當我們後來測試的時候他是控制不了的，是沒錯。
係啦，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喺網上係好一個好真實一個個案啦嚇。咁、我哋都係最撚尾做一個總結咧，就話呢啲雖然係好容易、好具體、好有經歷嘅，但呢啲係一啲外靈嘅經歷。咁我諗試都唔好試嚇。咁、我哋設立呢個嘅網站，最主要就話俾人聽，唔好因為好簡單嘅好奇咧，而跌入一個陷阱當中。